古道机车，左边就是热带，右边就是亚热带。我们来吃凉面，它这个面是宽面，我就是喜欢这种酱多的。他已经100多岁了，以前的浴缸，刚拍上去还是很漂亮的。快来嘉义乘车处中心号，对面是制裁所，今天有四集，很漂亮的背景，全年无休，免门票。典狱长室，它是电灯会打开啊，超小的。阿嬷本人兵，现代的桥梁。全部点 QQ 的。现在下雨，出大太阳在下雨。哇，这里好多许愿的东西，透明玻璃。嘉义神社，大家都在吃抹茶冰。464哎，我是602号。等待的同时，我们先去逛五花宴。对，买完了回家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到 Mai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嘉义一日游10个景点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！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到了嘉义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停车场，然后我想要去租机车，我戴安全帽，不然在市区开车很不方便，光找停车位就很不方便。对，等一下应该就是机车之旅了。那今天嘉义的天气超好的，现在温度35度，太阳超大，我有点害怕。这里有一间888租车。你好，我要租机车。租今天回来。租回来。对。那骑去哪里？多远啊？都嘉义市吧。租到机车了，一天是250，然后有手机架，赞哦。好，第一站我来到嘉义的算最北边的景点，北回归线天文广场。就是这里啦，我们现在在北纬23.5度。这一条就是北纬23.5度，然后呢，左边就是热带，右边就是亚热带。以黄色那个为中心点的。这里有一只火箭。这是泰坦二号火箭，高3.13公尺，宽2.72m。这里是可以进去的吗？这里感觉可以进去，封住了，这是一个电动门吧，不怎样的一个景点，我感觉快荒废了。下一站我们来吃凉面，超多人的，感觉要排很久。吃饭啦，各位！
它这个面是宽面，然后有加麻酱跟沙拉吧，还有一些小黄瓜，然后在一杯四味果汁。大家说一定要加辣油。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辣油呢？因为你这样吃下去会有点微辣微香的感觉。它的酱给的非常多，我就是喜欢这种酱多的。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吃着冰冰凉凉的凉面，真的是还蛮爽的。然后真的要加辣油，它的味道层次会非常多。完食了，秒杀！好，这是买几盒啊？它这四味果汁蛮好喝的，喝起来很清爽，里面是柠檬、芭乐、木瓜跟凤梨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不会冲突，哎，感觉还蛮吻合的。吃完凉面，我带你们来看一个古迹，叫台湾花砖博物馆。它是在大马路旁边哦，超酷的。那它是需要门票的，因为刚才来的时候太多人，所以我才选择先往南。那现在好像外面没什么人。全票100，其中50块可以折抵，馆内超过150块的商品。那导览时间是每个小时的半点。幸运花砖，手绘花砖的。好日式的感觉哦，这是木塔。这个按钮怎么酷？
经100多岁了哦，请不要坐在他身上。这是他们的 shower 哎，有钱人的浴缸。终于没太阳了，现在来到了附近的森林之歌。哇，下雨了，跑去穿雨衣了。原本是没有打算来的，但是我想说在那个花砖博物馆的附近，大概一两分钟的车程，我就来了。因为今天骑机车啊，所以来这个景点很快，不像以前都要找停车位，来就来了，就顺便拍一下。嘉义的铁路好像在高架化，刚好有火车经过。之前来都很多人的，今天竟然没人，那我就不好意思喽。刚拍上去还是很漂亮。附近还有一个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，之前来他还在整修哎，那现在已经整修完了。我们来看个小火车。这是普通客车，然后呢变成一个厕所了。先好带带去妈妈。这叫什么？快来嘉义乘车处，嘿，好帅哦！这有松鼠。掉了，中兴柴油客车，这个中兴号，哦，嘉义到阿里山，所以他有服役过喽，蒸汽火车。对面是制裁所，今天有四级。好酷！
这玫瑰红茶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2663。嗯，很漂亮的背景。这里有只很大的木马，哦，他说骑乘自由乐园，谢谢你，谢谢哦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鸿运玫瑰，刚才试喝觉得还不错。嗯，真的不错。那送我一包茶包哎，叫我回去再泡，再用这个杯子泡。下一站来到了跨义生活村，那它是全国第一森林文创，全台最大的日式建筑。它总共有29栋的木构造历史建筑，使用的是块木，是台湾仅存保有完整聚落形式的木构。主选，重点是全年无休，免门票。这里很多文创商店。跨义生活村走出来，这里有一间北门林冲龙砂锅鱼头，好多人在排队。好，我现在来到了嘉义的旧监狱，它是一个国定古迹。然后是免门票的哦。以德化人，以法律己。台湾嘉义监狱嘉义分监。哦，帅。这个进去就是了吗？典狱长室。
打电话的嘞。中央台。哇，里面的牢房拍不到。这个衣服哈，写真。它是电灯会打开啊。然后北关就是台北，这个写高雄，高雄的永色。这里有开放，可以看。开放门，过车。而且你要走进来哦，他走上面哦。是不是？嗯，感觉超热的，减压迫。哦，原来盖那个是双人房，这个是独居房，超小的。这感觉很热。脏服，然后这是女生的，那应该是男生的。然后新界应该是新北那边的吧？北关。里面的磁场有点奇怪，晕晕的。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也是快木。哦，这是工厂啊，他们来这边工作的吧？哪一个？国旗的颜色。这是高雄监狱的全景。第二工厂。这是富裕馆，是女收容人生活的地方。它有独居的、两人的、五人的及杂居的。那杂居房可容纳十二个人。富裕馆还有一个收容三岁以下小孩的处所，因为母亲在入监时无法照顾，所以跟着母亲一起入监。超大，然后采光比刚才那边还要好啊，而且马桶好像也比较高级。这间比较小，但是采光也很好。
这感觉很无聊。我是说住在里面的人，他们在这里洗澡，盥洗室。厕所。女生这里感觉大很多。接见室。出大太阳了，好热 ！Oh my god！ 哇，我现在从监狱出来了，怎么觉得突然有点沉重？监狱的旁边就是一个第二司法新村，有点眷村的 feel。哇，原本想说来吃这个最近很红的阿嬷粉圆冰，35块，就阿嬷今天没有开。我现在来到了老师傅彩虹冰果室，那它的对面是那个弥陀音乐桥。这间冰果室超多人的，等一下来吃看看。我们先去弥陀音乐桥那边走一下。刚才看那个公告张贴说这里是巴掌溪，然后这里会有很多小黑蚊，希望不要被叮。大家说它是一个现代的桥梁，那全长有222公尺，有很多的椅子。对面有一个很像天守阁的建筑物，哎，现在来到蓝潭风景区，现在在下雨，
出大太阳在下雨。现在接近下午的时间，带各位来射日塔。嘉义市井，哦，有冷气耶。这里好多许愿的东西。是什么东西？看到下面。这里好凉哦，来这里是对了啊。透明玻璃。都是油画吧。哦，空中花园。这个吗？射日吗？下面有一个神社，这里很多人。射日塔的下面就是一个嘉义神社。昭和十八，大家都在吃抹茶冰。现在啊，应该有抹茶。零售。
好，你要票还是要的呀？最后一站来到了林聪明砂锅鱼头，好多人的，这太扯了。现在是464，然后我是602号，菜单看一下。等待的同时，我们先去逛五华夜市。现在是大概晚上6点的时间，夜市已经开始了。这砂锅鱼头离夜市大概1分钟的路程，走出来就是夜市了。那趁着排队的空档来逛夜市。决定外带了，外带好像不用等很久。对，买完了回家吃，还完机车了，准备回家，回家吃这个砂锅鱼头，没吃过，还是第一次吃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今天嘉义一日游10个景点。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，那我现在回到了停车场了。OK， 那以上是今天分享。如果喜欢片片，要记得点个喜欢。还没订阅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啦，拜拜。